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良，这里是东京美容流行资讯 Tokyo Cosmetic Rant， 我在这里把最新的美容流行资讯分享给大家。最近呢，在日本的大街小巷流行许多整形及化妆，化妆前后变若两人，也出现了此类许多的化妆品。那这次我们来到了日本的 Plaza， 不仅受日本的女孩的欢迎，也受许多观光客的喜爱。那我们看一下有什么人气商品。这次我们来到的是东京银座的 Plaza。 那关于脸部印象，最主要的还是眼妆。那眼妆的商品是应有尽有，比如说眼线胶啊、假眼睫毛啊，真的是挑选起来非常麻烦。那我们这次最关注的还是内袋这个柜台，就连工作结束的 OL 也会再次补妆。那内袋呢，是下眼睑的突出部。那内袋上的卧蚕会使女人的眼睛放大三倍，更加楚楚动人，我们也俗称梅花眼。那也受了日本众多女星的追捧，比如说 AKB48 的坂野由美。那如何来画这个梅花眼的眼妆呢？今天我就来教给大家。这是我这次自存的三件宝贝。第一件宝贝呢，涙袋 tape， 用眼线胶做真正的人工泪袋。如今的眼线胶不光可以做双眼皮，还可以做泪袋。虽然需要多加练习，但是呢，想要一个真正的泪袋，也可以不妨一试哦。首先呢，剪下一个眼线胶，两手抓住两端，拉长至十厘米，然后在下眼睑离眼部五毫米的地方粘住。剪下多余的地方，这样就可以完成人工的眼袋了。然后颜色是透明的，所以在上面化妆也是可以的哦。第二件宝贝是 Relevance 涙袋 Highlight Chip。 那这个下眼睑呢，有细腻的珠光，然后涂在下眼睑的卧蚕上，显得更加有立体感，使下眼睑显得更加凹凸有致。虽然有许多类似的产品，但让我选择这个产品的原因，是因为这个眼刷非常的赞，又软，而且它的宽度又刚刚好，正好用于眼部的细致的地方，是非常合适的。还有就是颜色，这个细腻的珠光可以做提光粉，遮掩熊猫眼也是非常合适的。今天我也用哦。第三件宝贝是 Sana Eye Concious Eye Zone Serum。 那它的优点在于可以做一个眼部的集中护理，不光可以护理眼袋，还可以护理双眼皮和眼睫毛。它配合了丰富的胶原蛋白、玻璃酸和胎盘素等多种营养成分。涂眼睫毛的时候呢，从眼根到眼头直接全体涂抹，双眼皮也是全部涂抹。下眼皮的时候呢，需要离眼下五毫米的地方浓浓的涂抹上就 OK 啦。然后呢，它非常的有弹性，大家不妨可以试一下哦。那第三件宝贝呢，它同前两件宝贝不同之处，就是不可以立刻拥有一个像模像样的眼袋，但是它是一个眼部集中的护理产品，所以说可以保护你的眼睛，还可以防止细纹，真的是值得推荐的哦。以上是东京美容流行资讯 Tokyo Cosmetic Rant， 如果有想要的信息或产品的话，请与左边联系哦。那就这样吧，拜拜。